演讲的最后一段话。要送给我的爱人安心雪，因为有你，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，遇见你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。我知道爱情战胜不了死亡，但如果还有时间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。我叫安知雀，知是知了的知，雀是麻雀的雀。我叫林拓，拓展的拓。你毕业留这儿吗？对啊，等我毕了业，我就留在这儿，租房子，找工作。我还有一个提议，我可以去帮你卖饺子。明天就毕业了，我们就要离开这儿，就长大了。不用长大呀，好好陪在我身边，我保护你，继续做小朋友。以后你的棒棒糖，我都承包了。小雀，我被录取了。那你以后就是这家了不起公司的了不起设计师。傻儿子，一起拍张照。